开心有机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目前最新的 Find X。这款手机哈，那我们这次的颜色呢，总共有两个，分别是冰魄蓝以及波尔多红。那我们这次的外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在正面，或是背面，都看不到任何的开孔。我们这次主打就是一体无瑕式的机身设计哈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哈，假设我以冰魄蓝来当主轴来讲的话，它的键程是由中间向外扩散的，并且使用的是我们的 3D 叠层流光点彩这样独家的技术来制造的键程设计，所以跟市面上一般所看到的键程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非常的细致而且自然。那我们看到正面的萤幕，它是 6.4 寸的曲面全景萤幕，来我把它点亮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现在正面的萤幕占比有 93.8%， 几乎全部都是我们的萤幕哈。那因为我们这次采用的是 COP 的封装工艺，所以说我们在不管是薄度以及厚度方面都获得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哦。看起来萤幕就是满版的，而且非常的自然哦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是刚有提到过一体无瑕式的设计。那我们的前镜头跟后镜头藏在哪边呢？我们都放在上面这个结构里面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打开，看到一下我们前镜头的部分出来了。那它当时又放各种的镜头，换来说我们前镜头搭载25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。那除了前镜头之外呢，我们里面还有其他的，例如说红外线的发射光、红外线的点阵光之类的。因为我们这次主打的呢是 3D 的结构光设计。那我们 3D 结构光呢，不止应用在我们的脸部解锁，还有在我们 3D 的美颜上面。那我们在解锁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有红外线的配合，所以说我们在完全没光源的环境之下，都可以进行我们的 3D 的脸部解锁。那我们在美颜的部分啊，我们也是有支援到我们 3D 的一个美颜效果。我可以这边新增我个人的 3D 脸孔，客制化的美颜效果都会存在手机里面。好，后镜头的部分，它是1600+2000万的双镜头设计，并且呢有搭载 OIS 以及 EIS 两种的防守阵。也有 AI 智慧场景辨识来到了2.0哦，内建有800种的场景，并且会帮你用 AI 自动优化成21种的标签，什么都不用做，非常简单。打开相机，按下快门，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拍出一张很美好的相片哈。它搭载的是8+128的硬体配置，8GB 的 RAM 加128G 的 ROM， 高通845的处理器，电池电量是3730毫安培的电池电量，并且搭载有我们的 VOOC 闪充，也是低温低压更安全的闪充技术哈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更快速的来操作我们的手机，透过我们的智慧助手，就可以很快速的开出我要使用的快捷的功能，智慧助手这样子新的哈。大概简略的介绍一下我们的 Find X。